南辕北辙。从前有一个人，要从中原到楚国去，他带上很多的盘缠，请了驾车技术精湛的车夫，驾上骏马就上路了。楚国在中原的南面，可这个人不问青红皂白，让驾车人赶着马车一直向北走去。路上有人问他的车是要往哪儿去，他大声回答说：“去楚国。”路人告诉他说：“到楚国去应往南方走，你这是在往北走，方向反了。”那人呵呵一笑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没关系，我的马快着呢。”路人替他着急，拉住他的马。劝他说：“方向错了，你的马再快也到不了楚国呀。”那人依然我行我素地说：“没关系，我带的路费多着呢。”路人听了，摇摇头说：“你的钱再多也没有用啊，朝北走是绝对走不到楚国的。”那个人一边催促车夫快点上路。一边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这有什么难的？我的车夫赶车的本领高着呢。”路人无奈，只好眼睁睁看着那个人走了。南辕北辙的意思是想往南，却驾着车子向北行，比喻行动与目的相反。